热腾呀，最近呢泰国的房市有多火爆呢，我发现了原来不是只有中国人爱买房，其实泰国人也非常爱买房。我现在是在一个淮海区的一个主路旁边那个新楼盘里面，它我身后的这一栋这种现代风格的四房泳池别墅，裸房的价格是卖到800万泰铢，这样的一个售价呢在这边已经卖的已经有一半，就是它现在只开了差不多10套吧，就已经卖掉了一半了。全世界的人都在泰国去买房去捡漏，那不只是有只有那种二手房，现在新房也开始卖起来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因为这是真的是全球的疫情快慢慢结束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新盘样板间是什么样子的，它800万到底值不值呢？这是它的样板间的效果图和我们现在实物图的样子做出来还算是1:1吧。它的门口的话是做成这样的，现在还没有这么鎏金哦，它现在就大的框架是有了。整个小区的园林的话就是泳池的话做出来这个效果，反正房子出来这个效果的话，我相信它做出来的话80%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图。它是一个这种比较现代的一个大玻璃的一个四房别墅，占地的这一套的话是240平方的一个占地，但是这个样板间呢对面就是这一块的区域它已经划分成了一个泳池区域，我们等一下可以把视频上上来。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开发商样板间的这一套的售价是卖到1300万，我们直接买裸房的价格的话是800万泰铢。一进来的话呢是一个很宽敞的餐厅，然后现在的是最新的一些建筑呢是比较喜欢这种挑高的一个楼层的，就是整个楼层这样挑高下来，包括很多曼谷我们卖的房子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很大的一个落地窗呢就是可以直接从家里面就是可以去跳到自己家泳池，然后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装修呢是可以带上那个开发商的家具包，可以就是所见即所得。如果是裸房的话，开发商裸房的话就是在泰国的一个裸房是给你通水通电，然后地砖墙纸楼墙纸是没有的，然后楼梯这些给你铺好，也不带厨房。我们先看一下厨房的位置，门口的有一个很大的玄关。这个厨房的一个大小的话你看有几块砖呢，1、2、3、4、5块砖的一个大小，然后是这边的料理台的区域，两个灶头，然后水池，对面的话是我们的冰箱啊，还有这些烤炉这些。那我们去看一下一楼的话是有一个半个洗手间，就是说它只是带马桶的一个洗手间，是一个公用的洗手间。然后一层的话是有一个一楼的房间的，房间的大小的话相对来说建在新楼盘来说的话这个大小算是不错的，层高也很高，像我1.8米的个子楼上还可以有半个我。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就是这是开发商的一个设计，当然裸房800万是不带这些的，如果你想要带的话可能就带上它的家具包。然后裸房的话也是不带这个就是它的镜柜的，它是一个镜子就贴在墙上，然后也不带下面的柜子。那只是纯粹看800万的材质的话，你看它的大理石铺砖，大理石在泰国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一个材质来的。那整个层高是很舒服的，很高，然后中央空调算是现在来说新盘里面如果是800万泰铢能买到的这种格局来讲的话是一个很豪华的一个格局，也是在泰国来说比较少见的一个格局。我们去上二楼看一下，有几组人都来看这个房子。进门的就是二楼的第一个房间，我们看一下啊，它这个房间的大小呢是刚好小，就是不是说特别大，但是呢非常的适中和舒服的一个大小。房子床的话大概是1.5米，还有一个就是床头柜，所以它的这个大小的话还是很够用的。我很喜欢是它的这些贴幕的一些设计，包括上面的一些走线啊壁灯啊都算是我们现在来说算是设计是比较好的一个设计风格。这个开发商的楼盘呢，它这个开发商呢也做了很多个小区了，所以它的质感材料都是用的比较好的，
所以为什么他的楼盘一开盘就有这么多人去给他去宣传呢、啊、或者是进那个就是这边是社区泳池前面那一排都已经卖完了，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口碑是和那个质量是可以得到保证的。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储物柜，我们现在看主卧吧，刚才那边是有人在看主卧的一个大小。进门的话这边是一个就是储物室，还有一个就是化妆镜。主卧的话有一个浴缸，这个浴缸的话刚好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大小，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适当的给它扩大一点点。主卧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落地窗，可以看到社区泳池。现在的小区里面还在规划当中哦。我们看一下这个主卧看出去的一个风景，这附近的话是有一个山的，这个山上的话就是有那种寺庙，看上去是那种恬静田园风吧。所以这个附近的话旁边的这几块地我们也都知道是我们的客人给他买掉了。买掉之后的话这一块都是会开发成就是那个小别墅，高端别墅小区群吧，所以你不用担心这里会掉价，因为它的价钱的话只会越卖越高嘛。楼上的话是三个房间，楼下一个房间啊。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没有看到的这个次卧，所有的次卧大小都差不多，但这个房间的话哦，它的洗手间在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洗手间，而且洗手间都藏得很好，不会正对房间，就不会对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设计师还真的是有点东西哦。这是1340万起，但它大很多，它占地多大？79的，然后乘以四，320。有能力就买大一点吧，占地大一点。这个大。